三七 ten 用最大的努力和诚意来制作每一部。本期画面略显粗糙，但有原因，请听我说。本期给大家介绍台湾电影史上一段特殊时期的特殊电影，即1977年至1995年期间，台湾本土出产的真正的打真菌电影。这些影片受制于年代原因，达不到高清的要求，但里面的男女演员全部真枪实弹，而且他们与 AV 和网上的小电影又有很大不同，他们的剧情性比较强，演员的表演也都很认真，并没有糊弄的意思，其演技多少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再加上很多里面的配乐、镜头、服装、道具等，拍摄的还是很经典，观影过程中也会很有感觉。 TOP 10赶尸宴谈，出品时间1991年，导演吕宝，主要演员杜润发、屈奇、蓝鸟旺、巴乐、金娇娘、林美娇、杜爱华、崔丽晶。本片打着僵尸的名义，向我们演绎了众多不可描述的场景，但这些场景结合简单的故事情节的流转也合情合理，此片有较高知名度，很多人也是从此片而挖掘出台湾那个年代的众多真菌电影。而他之所以这么知名，第一，因为此片由弘扬和大卯公司联合制作，而弘扬和大卯便是那个年代众多小电影公司中最知名的两个。第二，在真菌场面中全部都使用了古典韵味十足的古筝和琵琶配乐，其他片段的配乐和插曲也很有韵味。第三，本片的场景、画面、服装、道具、动作都很到位。第四，可以看出片中的演员表演都很认真，也非常敬业，包括在真菌场面中也要忍住一动不动，特写镜头也比较多。如果抛去里面的真菌画面，即使本片故事比较简单，但也比现在的很多电影要好看。 TOP 09妲己性爱传说，出品时间1993年，导演魏央生，主演苏玉仪、黄喜莲、张启威、罗永祥。本片主要讲述了商纣王和妲己之间的爱恨情仇，除了其中的真菌情节外，故事性较强，演员的演技都还可以，各类布景、服装、道具、化妆、配乐等也相对较好。唯一较为遗憾的是女主角颜值不是很高，但演技还可以，我想这也是导演权衡后选择她作为女主的原因。同时弘扬三花中的第一花岑梦凡在此片中也有重要演出，饰演商纣王的王后。岑梦凡在此片中的演技相比其他影片也要稍高，但他在此片中没有任何暴露画面。关于岑梦凡，我们在后面会重点介绍。而综合以上因素，本片排名第九位。 TOP 08舞会，出品时间1980年，导演和主要演员未知。本片主要讲述一群男女参加生日聚会，然后各类真菌场景。本片没什么情节，但之所以还能排名第八位，主要得益于影片画面美感、男女演员颜值和各类场面，尤其是女主的颜值相对较高，各类场面也够火爆，不可描述，也很难得。虽然还有些影片场面更火爆，但画面美感和演员颜值相比此片要差很多档次，因此综合以上因素，本片排名第八位。 TOP 07浪女迷魂记，出品时间1981年，导演郑刘强，主演李丽萍、阿贵、王媛媛，又名午夜淫情、艳遇、午夜情狂。影片主要讲述一名计程车司机在夜晚搭载到一个美艳女郎，他被美艳女郎灌下迷魂药后被迫现身，而不知情的司机以为艳遇上门，招朋引伴一起分享，其实这位美艳女郎是女鬼装扮，其目的是为了采阳补阴，满足女鬼情欲。司机知道后赶紧到坟地焚香烧纸钱祭拜，祈求女鬼原谅。本片女二王媛媛颜值较高，其他女演员颜值也还可以，真菌画面拍摄的较有美感，也有较强的故事情节。综合以上因素，排名第七位。 TOP 06冤女复仇，出品时间1991年，导演新人，主演雪儿、钟涵林、楚佳玉、汪小凤、麦可。此片又名《镜花风月之艳鬼现身》，主要讲述一名农夫回家途中看见路边一女坟被盗墓贼光顾后，棺材板都未给合上，于是农夫盖棺掩土，后来女鬼感激农夫现身给他做妻子，而农夫并不知妻子是鬼，去上门提亲，
却被妻子的哥哥和嫂子及管家设计准备毒死。关键时刻女鬼现身，不仅救下了农夫，而且惩罚了害死他的哥哥嫂子及管家。此片女主便是红阳三花中的第三花李蕾丽，但她用的假名雪儿或黄莺莺。她在此片中有一场真君，但时间不长。同时红阳中的第二花季倩倩，在此片的开始部分及河边也有演出，但仅一次真君。在一个片中的丫鬟长相还可以，另有一个三人的经典场面，其他故事情节、服装道具、画面美感、化妆等都还可以。综合以上因素，本片排名第六位。 TOP 05 《红楼梦影史》，出品时间1987年，导演新人，主演贾宝宝、秦一玉、钟楚红、韩佳佳、林玉凡、王小倩、黄秋芳、张秀秀。本片向我们展示了另一个版本的《红楼梦》故事。贾宝玉是个渣男，到处风流成性，乱搞女人，林黛玉则对他一往情深。后来薛宝钗和贾宝玉的父亲商定，两家结为亲家，而贾宝玉在见到薛宝钗的美貌后，当场便答应这门亲事。林黛玉伤心至极，吐血身亡。而在林黛玉身死之时，贾宝玉还在搞薛宝钗。不过最后林黛玉死后，贾宝玉感到万般悔恨。影片的画面和配乐，不仅和演员的表演等都很有诗情画意，这是本片的重要特色，也是它排名第五位的重要原因。而李蕾丽继续用假名秦一玉饰演了女主林黛玉。李蕾丽其实是三花中打真君最多的，而且经常和本片的男主合作。本片男主贾宝宝也是假名，但男主在很多类似电影中都有出演。根据我们的统计，他是类似电影中出镜率最高的。不过遗憾的是，我们找遍了所有的资料，也没有查找到男主的真实姓名。他的演技也还可以，也非常敬业，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好演员。 TOP 04 倩女销魂，出品时间1980年，导演顽皮鬼，实际可能是新人，主演黄亚东、吕明志、韩莺莺、司马珍、欧阳明丽、小凤、胡彪、王小栋、郑蓉蓉、李新阳。此片又名《镜花风月之台湾怪谈》，主要讲述了一书生在赶考途中，晚上经过一乱坟岗，随后一女鬼跟踪至旅店，而后他们人鬼交染。事后女鬼告诉书生，她在和新郎新婚之日，丈夫大醉，而管家将婢女偷放至新郎之侧，作为新郎酒后乱性之假象，管家又强迫了新娘，新郎新娘含冤而死。本片之所以排名第四位，最主要的原因便是因为红阳三花中的第二花季倩倩。季倩倩在本片中虽然不是主演，但在片尾部分作为报恩女有精彩的表演，你懂的。季倩倩主演和参演了多部影片，但在这些影片中，除了本片和后面将提到的茶山春色之外，她在其他影片中并没有真君，甚至只是以打酱油的角色出现几次。不过在好色处男中接近尾声的部分，玩具拔不出来，有点搞笑。其他包括她作为第一女主角的满床春水，又名风骚舞厅，和她作为女主角之一的闲事大被同床、天体派对等，都仅是三级片，以故事情节为主。现在大家看到的影片画面截取自满床春水及风骚舞厅之中，不过她在这部电影中用的是假名字赛芬。我比较喜欢这部电影，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季倩倩的现代装扮，也可以感受一下那个年代，那个年代其实也具有独特的魅力。 TOP 03 《金瓶艳史》，出品时间1995年，导演新人，主演李蕾丽、魏丽萍、陆聪龙、刘书宇、尚富平、岑梦凡。此片用真君向我们诠释了真正的众所周知的金瓶梅故事。影片画面优美，第三花李蕾丽在里面饰演主角潘金莲。影片也从潘金莲被迫卖身给张大户家做丫鬟开始，向我们讲述了潘金莲和武大郎、武松以及西门庆之间的爱恨情仇。故事情节不在这儿重复，基本的都知道。李蕾丽在片中有多处打真君情节，而红阳第一花岑梦凡也在此片中有精彩演出。她饰演的是张大户家的丫鬟，在影片的开始阶段向我们奉献了较为宝贵的真君场面，而这段画面也是他所有影片中真正有真君的两部电影之一，而且都清晰可见。另外一部我们后面会重点介绍。此外本片各种服装道具
场景布置、配乐、化妆也比较到位，因此本片排名第三位。 TOP02 茶山春色，出品时间1989年，导演杨安和，主演陆一龙、林嘉丽、陈启俊、高文松、丹阳、夏耀中、矮子图。此片又名《训上你的床》，有较强的观赏性，由仲彦星在台湾日月潭实地拍摄，该地风光明媚，湖景山色宜人，茶园苗圃处处皆是，画面很有美感，而描绘的农家年轻男女之间的情欲也让人很有一种乡土的感觉。同时影片中各类演员的表演也都很到位，但此片却因此而被禁播。尽管女主角阿美颜值一般，但她演技应该是此片所有女演员里面演技最高的。而弘扬第二花季倩倩和第三花李蕾丽，尽管都只是女配，但都奉献了非常精彩的演出，你懂的。季倩倩在本片中叫阿花，李蕾丽叫阿莲，她们都是采茶女，也都有打真菌。季倩倩在河边有两场大战，还有一些特写镜头。李蕾丽在树林里有两场大战，其中一个是在树上，不得不佩服导演的想象力。除了这些，本片拍摄茶园的景色、茶农和采茶女及其他场面，不仅很有美感，而且能让你真切感受到真实生活的气息，也会让你对茶园的生活很有一种向往。 TOP01 浴火焚身，出品时间1995年，导演穆雄，主演陈小珍、曲穆德、林玲、林生、陈小阳和梅梅。本片又名野浪花，但在很多地方搜索到的色欲野鸳鸯也和本片大部分甚至全部内容都相同。此片故事从一个女人梦见自己被强暴的噩梦开始，向我们演绎了美丽而性感的现代玉女的故事。女主拥有很强的欲望，所以后面跟很多个不同的男性都发生了关系。她的故事情节很一般，但她却是公认的经典，原因便是弘扬第一花岑梦凡，她在此片中向我们贡献了大量珍贵的场面。她在此片演员表用的是假名陈小珍，镜头中扮相相当惊艳，也是她唯一一部主演的真菌电影。另一个她真菌的片段便是前面提到的《金瓶艳史》，而《金瓶艳史》中她只是饰演一名丫鬟，只是配角，而在这部《浴火焚身》中她是第一主演，真菌画面明显清晰可见，场面相当火爆，而且有大量特写镜头。岑梦凡其实扮相更适合现代，网上有流传她的比较惊艳的单张或多张截图，便是出自于这部影片。而弘扬第三花李蕾丽也在此片中有一场表演，在演员表中她用的是何梅梅这个名字，李蕾丽更适合古装扮相，此片也是李蕾丽为数不多的现代装扮之一，她在此片中也有清晰特写，你懂的。因此此片因为弘扬第一花大量珍贵镜头以及画面美感、配乐等而排名第一位，也很值得一看。作为弘扬第一花的岑梦凡主演或参演的其他影片，例如其主演的好色妖姬杨贵妃，画面和故事情节等都还可以。岑梦凡饰演主角杨贵妃，尽管有部分比较暴露的画面，但他并没有清晰可见的真菌。同样还有一部岑梦凡的现代片《空姐宴谈》，此片中岑梦凡也饰演第一女主及一名空姐，表现惊艳，颜值颇高。可以看到在此片中也有不少其他古装或现代片中能经常看到的一些男女演员，此片的尺度也颇大，岑梦凡也有好几场那种场面，很多非常疑似真菌，但非常遗憾没有明显清晰可见的真菌画面，所以被我们排除了排名。但我们仍推荐《空姐宴谈》这部影片，它除了没有明显清晰可见的真菌以外，其他故事性、画面、服装、道具、配乐等都还可以，还是很值得一看。而岑梦凡的其他影片除了上面提到的以外，比如《粉红大白菜》《连珠外传》等，其实都没有看的必要。台湾这些影片的年代距离我们现在已经有20多至40多年，似乎离我们很久远，但看这些影片的过程中，尤其是前面提到的《空姐宴谈》等，仍令我们难免有很多感慨。一方面感慨这些演员的巨大付出和牺牲，另一方面从这些影片仿佛能看到过去，看到曾经记忆中的一些影子。时间一晃而过，转眼30多年，这些演员和制作人员现在很多估计已经步入老年，但我们不应忘记他们，他们曾经从事的并不是下流的职业，
他们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在此我想向他们表达深深的敬意。同时我们更不应忘记曾经的那个时代，那个不管是美好还是悲哀的时代，那个一去不复返的时代。最后谢谢您的观看，订阅是最好的遇见。